为什么有的男生喜欢比自己年龄大的女生呢？我个人觉得吧，因为男生本来心理年龄就比较小，然后他们就像儿子一样需要被妈妈照顾，然后他们就喜欢比自己大一点的，像妈妈照顾儿子一样，让他们可以什么都不用干吧，自己可以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安全感吧。可能有的男生就是比较喜欢那种被人照顾的感觉，然后我觉得年龄大的男生本来心智上就比男生成熟，然后再年龄大点就更成熟，可能男生就想要这种被保护的感觉或者是被照顾的感觉，有一定的，我觉得有点恋母情节吗还是怎么样。我以前有好过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朋友，然后就是后来可能觉得太懂事了，然后又是吧，就没有那种搞对象的感觉，然后就可能又找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。